上好，小吴晚上好，可乐晚上好，吉米周晚上好，大家晚上好，德全晚上好。茶茶晚上好，洛克晚上好，晚餐吃啥？包包还没，今天好像没有我的事。果然化妆开场。别走，晚餐吃过了，我快要气死了。福福猫晚上好，塔瓦哥晚上好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快要气死了。黑杰克晚上好 ，Hello， 我刚刚吃完合影，拜拜，因为气死了。不是，我刚刚吃完我的卤肉饭 ，Hello， 主人晚上好，不是要挑衣服，不用化妆吧？我的妆都脱光了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先跟你们说我为什么气死，再跟你们说我的妆已经融化了。我刚刚吃晚餐的时候，然后呢，我就要赶紧直播嘛，因为我刚到家，然后怎么在外面折腾了这么久今天，然后呢，我就放在餐桌上面。我的食物就吃完就放在，我还没有全部吃完了，然后呢我就放在那个餐桌上面，结果 Bruno 现在他真的是想尽办法都会钻，就是他之前会跳到椅子上面吃，所以我们都会把椅子靠紧，跟就是反正就是不要让 Bruno 吃到，不知道哪个才是哦，对，我先上完腮红才可以把特效关掉，可恶。然后呢，我刚刚在整理东西的时候，我就听到不对劲的声音，我就赶快跑出去看，不能把我的鸡吃掉了，他把我鸡腿吃掉了，然后我就傻眼，我真的是，他还有骨头哎，他真的很白目，他真的是我见过最白目的狗了。不是，那个是吃他吃了又要过敏，这点是我真的很担心他。然后呢，我真的快被他气死了。简直太咸，对，而且还是炸的，我快要崩溃了。他以为狗子鸡腿好吃，然后他就跑去床底下，我现在一点都不想跟他讲话。懂事一定是鸡腿不会挑，然后我觉得我肯定会被国妈杀死，但我真的有记得，因为国妈我之前有一次不小心被布诺吃掉，是因为我放在我们客厅桌上是很矮的，就是很容易就可以吃到，但我就知道我乖乖放好，然后它还是那么白目，它就硬要到，就是一定要爬到那个桌子上面，然后硬钻那边吃。我下次要把椅子全部拉走，我下次要把椅子放在很遥远的地方，我要气死了。不过等一下会不知道，很担心它，我都我受不了。呆爸晚上好，加速晚上好，欢迎战士晚上好。以后书要掉在空，真的，一来就听到要被国妈杀，真的我要被国妈杀死，国妈听到肯定会把我杀死。但我真的有放好，他真的是不知道怎么钻过去的。干嘛？我刚刚喂 Tiger 吃那个，很开心。为什么？因为呢 ，Bruno 把我桌上的食物吃掉了，他应该是学会搬椅子的。我的晚上好，我刚刚明明就有说吼吼晚上好，你是不是没有在听我讲话？那我现在眼睛快要闭起来，因为我快要睡着了。你相信我步步会越，对，他真的越变越，因为他之前椅子靠了之后他就上不去，可是最近他就是会自己想办法把那个椅子打开，还是怎样，我不知道。我真的是很生气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妮妮晚上好，还有芋头晚上好。不是，主要是我怕他身体怎么样啊，狗狗又不能乱吃东西。然后呢，我今天去办了我的身份证，我的信用卡。我今天呢本来要先去拍
补办我的身份证，然后我大概十点多就起床了吧，然后我就化一化妆，因为我上次的照片真的是太丑了，我真的是然后说我一定要化妆。你既然有信用哦，天哪，我今天是个大灾难啊，真的不是信用卡，就是金融卡。然后呢，不是我，只是自己的卡，我的是金融卡。一下剃个指甲，剪指甲，不要看我，拜拜。好，有的，好，我今天本来要去办身份证，然后我就化个妆，然后我真的是今天时间被偷走哎，我真的是，哇，这什么好油哦，是不是东西打翻？就是卸妆油，这件当然不是我今天去拍的，现在是漂亮，现在是比之前好看的照片的，我很开心。好的，就是呢，反正呢，我今天去办了，然后呢，因为我需要国妈陪我嘛，所以国妈就陪我去办卡，可是我只有护照，因为什么都没有嘛，我东西都丢了。我以为护照可以办卡，大家以后如果你们要办卡的话，护照不能办卡，要身份证才可以办卡哎。我以为护照就可以办卡，然后呢，我就先去了银行，我排队排了很久之后，银行说不能用护照，要用银行要用身份证才可以。然后呢，我就想说，天啊，看那个时间一点多吧。我就觉得我肯定来不及，我就赶快去户政事务所办我的身份证。我要办身份证的时候，我又等了很久。然后呢，那边户政事务所说没有办法拍，就是我等到了之后，户政事务所说，因为我之前去的时候，他是直接他们在那边帮我拍照的。然后呢，我去的时候，他们说他们那边没有提供拍照，要我去那个他们。这旁边附近的那个那种拍证件的那种机器去拍，然后呢我就又走过去拍照，然后呢就等，又是等40分钟回来呀，在台湾通通都要对啊，然后当然要拍现在照片，这样才能老娘我，因为果果不是外国人，要双卡办吗？可以欣赏一下，我要跟你们分享。我已经好几天没发你卡了，好，请发，请去。金融卡被当作是没有，不是啦。看不到黑流星跟哇，看到黑流星跟 Cody 呀、啊、，Hello。丑的那张已经不见了，就是我之前有跟你们分享过，我觉得我身份证很丑的那一张，就是脸歪嘴斜，然后还有大素颜，然后气色很差的那张，你的证件都，对啊，我都报，然后呢，记得还有要照片。哎，给你们看我今天拍的照片，至少就是没有说到非常好看了，但至少就是，哎，是我啦。哎，你们不能看到那个，啊，好丑哦。不过我很满意的，我觉得这样我很开心，而且重点是我花了400块，因为拍一次150，然后呢我加了200块，因为他说我加了50块，就他拍一次150嘛，我加了50块就变200块，因为他可以美肌，我就按了美肌，结果我第一次拍的时候我的耳朵竟然没有露出来，你们看我的耳朵不见了，只有一个耳朵而已，而且黑眼圈好重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好，反正我很开心，至少长得像我，我就觉得好啦，还蛮好看的，我就很开心，比较精致。但我觉得我以前也好想拍哦，但我今天用完之后，我觉得好庆幸我没有拍。你两年那个证件那种证件照两年内就不能用啊。晚安，龙魂香哎，耳朵不见办身份证不给过啊，所以我就又花了200块再拍一张，这个我就没有拿给他们，然后这个拿给他们。我就是用这个拿给他们。阿翔晚安，头发可以这样，可以啊，露出耳朵、额头、眉毛，就150变400，没错。
可以把这个当奖品吗？长得不像你，那你应该把像我明明之前就有给你们看我那张身份证，你没有看到我的身份证吗？那张身份证我真的是要求要求啊。你很漂亮，照片可以送吧，并不行。不过我还蛮开心的啦，这张真的蛮好看，也不是蛮好看的，就是还蛮就是是我这样子。虽然对，我很喜欢这张哎，我超喜欢这张的。虽然就是。但是我的字不见了，我的字去哪了？他把我的字弄不见了吗？难道？我在欣赏我自己，这不是本人哦，就身份证，是诗雅吗？不是诗雅，照片一定要三个月内，超过三个月长相是不一样吗？为什么？天了罗果果会。讲什么瘦了什么还有要分享，我正在分享啊，没拍错五十收，还是小学拍的，为什么啊？没有，可是因为我很常补办嘛，所以是你只要没有不见，你那张卡就可以一直用一直用一直用吗？是这样的意思吗？我觉得这张虽然说有点丑，就是没有到很漂亮，也没有很丑啊，但就是我啊，如果黑眼圈能再没有那么重的话，我会很开心。股票要是送完吗？不可以，这是我以后可能那个别的需要，我搞不好考驾照就需要。哦，然后呢，我看完我这些弄完之后嘛，我先去银行嘛，到银行需要身份证，我就去户政事务所办身份证。办身份证的时候，他说健保卡也可以一起补办。然后呢，他说他可以帮我们跟健保局说。然后呢，好像就我们要填资料，然后去缴费嘛，就是去商店缴费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之后他就会送过来给我，就我就有健保卡了。结果走的时候，那个人说他就打给我，可是我已经走了，因为我要赶去银行的路上。他就跟我说：“不好意思，我忘记给你那个健保卡的申请的东西，就是可能我需要签名之类。”他问我能不能回去，我就说我不能回去。然后我就想说：“好吧，算了，那我之后再自己去补办我的健保卡吧。”然后呢，我大概跟你们说，我三点二十我才办完我的身份证，然后我就飞去银行，我就很害怕，他关门不让我进去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呢，我进去，我到的时候，那个铁门已经拉下来了，我就整个很崩溃，我就探头下去看，然后呢，他们就帮我开门了，我就跟他说。哦，我是刚刚有来补办的，我要补办那个信用卡，然后他们就让我办了，我就很开心，很谢谢他们。你怎么降落？你补办健保卡要去公园路那边哦。公园路在哪？这是借口，什么借口？还有去领事局办过护照，很简单，其实不用通。哦，毛好多。可是签纸笔加拍卖，今天损失的时间、金钱，什么意思？真的考到驾照就完了？我会好好练习的。如果我去考驾照的话，以前光是学生证毕业前都不知道掉几遍了。我也是，我国中的时候狂掉身份证，不是什么学生证，然后我好像掉了两次之后我就不办了。看来没了四十五分回来，好的，考驾照。没不见好像可以一直用哦，可是更丑的我们看过了。哦，北车那边呢？你霸凌我不怕，
最近去买几支笔，一支就100，回家后发现老板少算一支笔的钱，还有一支给笔给错，只好又哇，天哪，辛苦了，真的是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还是透过区公所好哦，可以吗？为什么可以透过区公所？以后要下次请走了，我很谢谢那个他们还愿意就是让我进去，不然我真完蛋了，我真的是又要一个周末，因为我是礼拜六掉的嘛，然后我礼拜六掉的，然后我还是礼拜五掉的、啊，礼拜六掉的，上礼拜六掉的。然后如果我今天再不办好的话，我明天就又要完蛋了。你考到我就不去台北，你不办身份证不就要去区公所办？然后对方不是说户政对去户政事务所是区公所吗？可是如果我去健保局的话，我就可以现领。可是如果我去户政事务所的话，我就要等大概快一个礼拜吧。哇，自己那时候掉的都忘了。我没有，我记得大概是上礼拜五六左右，才一个礼拜。可是我都要跑一趟地方了，我干嘛还要等？就是你知道吗？我都要。然后等一下，我还没跟你们说完，你们知道怎么样吗？我去完银行之后嘛，我4:30要赶去跟我姐姐一起看中医。我们要调身，就想说一起去调个身体干嘛的，我就又要赶去中医，然后呢，我在中医的路上，我又收到银行的电话，他跟我说，请问你还来得及回来吗？你还在附近吗？我说我不在了，因为他说他有文件忘记让我签，所以我礼拜一又要再去签一次。没错，你这也太惨了吧！对啊，我真的很不喜欢百度哎，区公所与户政事务所几乎都……哦，了解了解。你过去回来都要花时，对，好远哦，北车好远哦，健保局好远哦，奇怪，他们怎么都忘记？这银行很多问题。这都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哎，可能是他们赶着下班吧，他们已经就是知道吗？让我办，赶快把我的信用卡办好，我就很感谢他们的啦。哦，我的存折，大家都想多看，都想你，对，我只能再认命的再去一趟了，一定被你传染了。跟我相处，你看跟我相处一下下的人，就立刻被我传染了，真的是很可怕。我跟你们说，这是今天的主题。我今天已经准备好了，等一下再跟你们分享。下次就请早上出门，对，我下次要早一点出门呢。其实不是等着下班，应该是等着要做内部哦。对啦，他们自己也是很辛苦，而且因为重点是我也补办我的存折，因为我的存折不是被我弄丢的，是他在家里消失的，而且不是我用丢的。你们不要说是我用丢的，真的不是。怕你们误会我，拜拜。我不是我用的，因为国漫有时候会拿我的存折去刷本子，结果他可能忘记他放在哪里了，所以我今天没有存折，自己消失了。再来见果果一个小时后，不要回来啦，直播带货要买要快。我以为乱乱是床铺，没有，那是我的衣服嘛。今天可以给你们介绍的衣服，但我还在想我要怎么给你们介绍。然后我想喝饮料了。我真的觉得我很聒噪哎，我像19，你看播了19分钟、20分钟，一直讲话，你们都不觉得耳朵很累吗？而且今天好热哦，我刚刚回家的时候我超想要洗澡的，但是我真的来不及洗澡。我跟你们说，果姐拿到驾照了。然后呢，我今天去中医嘛，然后姐姐就载我去，然后载我去完之后，我们就去买饭，然后买 Tiger 的一些 Tiger 跟 Bruno 的一些，我买了那个主食罐给他，因为他昨天一直很想要吃
我昨天喂他吃那个一条一条的那个肉泥，他就一直想要把我的抽屉打开想要吃。我想说那我今天请你吃鸡肉好了，你吃鸡肉开心吗？然后就去给他买。就我回来的时候已经六点，我吃完饭就七点了。然后呢我真的太热，我觉得我身体太黏，我就赶快去冲了个澡。但我好想洗头哦，这一天真的是我难得非常想要洗头的日子，我真的非常想要洗头，我觉得我好热。不过我身体现在很干净，我现在香香了。国旗是考机车队，果果快赶我走，我也想被赶。我没有赶谁走，对吧？我以为我听错。他什么好奇是汽车机车机车惨遭中枪，汽车驾照今天很忙哎。你还好，你师父才叫挂照，反正就拿起来挂再好。OK， 没问题。果果叫我不要，我那时候不要回来，是你说你不要回来，我把那个留言念出来吧。我没有叫你不要回来，是我们在念小吴的留言。好哟，你们误会我，我不信怎么会香香，头有点臭臭的，但是身体香香的。这个鸡肉被补补吃，那是我的鸡肉，而且我还要买那个，我买了他很喜欢的那个。最近狗狗有一个很粗的棒，那个什么 cheese 棒，就是一条很粗很硬，因为不能什么都咬很快，什么都很容易咬坏。然后呢，我就想要找一个可以，因为它解压骨，一般狗狗小狗狗都可以吃蛮久的嘛。但不能吃解压骨，它大概三秒就可以吃光了，我就买那个很硬的。用我的锅，当然是你的锅，是破了果果了，才不是的，你的肌肉，我的 muscle， 吼吼白白，听起来好好吃。在布诺的肚子里面的重点是他一定会过敏，他今天一定要开始痒痒了，我天哪！而且三秒哦，好会吃，金哥，我来好抢红包。好了，我觉得我们差不多可以进行我们的今日主题。今天的主题呢是那个前三名的宝宝们帮我。真是，我是你们的一日芭比娃娃。入课晚上好，布布太贪吃。哎呦，狗狗都是，我真的下次要把我的椅子移很远很远。第一次来，你好，汉城好。有啦，呆爸在啦，呆爸刚刚有来，但我不知道他在工作还是还在不在。呼叫。呆爸，呆爸在，太好了。我觉得我可以开始介绍我的衣服们了。你们想要我怎么个介绍？而且我跟你们说，我要说什么？好，刚好，谢谢红包。而且我跟你们说，我要说什么呢？对，就是呢，我还没有想好究竟是要怎么办，所以呢。就是你们前三名，你们想要一起挑，还是说你们想要？因为我怕从上一开始介绍，就是你们前三名嘛，你们是想要一起挑，还是一起搭配，还是说就是照我原本的，就是第一名选上半身，第二名选下半身，第三名可以选我的发型之类的，你们觉得怎么样比较好？你是不是就认不出我？我认得出你酱宝宝。说什么？说你哎。爱我别走，给你们看我今天的，差点要给你看到我的名字了的地址啊，不是，我想要发型。可是我上次有截图，一样，可是你已经过了，我把选择权给榜一、榜二，哈，为什么？你把选择权。但对别对我猜为什么发型要第三，我这样会受不了啊！你已经来不及了，酱宝宝，第三名是吉米周宝宝啊，三个人一起帮你搭的意思嘛？对，我现在的目前是想说，第一名是帮我选上半身，第二名是选下半身，然后第三名选发型嘛。但是我想说，看你们想不想要，就是你们一起选啊之类的。那你不能选发型，但是你可以给我们意见。你看，这是我，
虽然我觉得它很香啊，但是我真的是希望我可以乖乖的把它吃完。上衣先好，我现在介绍上衣。我其实很兴奋，就是很像是第一次很认真跟你们介绍我的衣服，但是我又有点害怕，因为我的衣服其实很普通，真的很普通。拿来的，因为我有点害怕你们会乱搭配，你知道？我可以不要给你意见，我可以给我你的爱。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些我很少穿的衣服，像是这一件啊。但是这件我买了完全没有穿过，因为我之前觉得它很可爱，但是而且我现在看不到你们的留言，我从来没有穿过它，因为我是实在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穿到它。它就是一条很像小丑的裤子，就是这样穿，然后上面可能穿一件白色的小 T 恤之类的了。哎，还是我现在换给你们看呢。我觉得今天很危险，我觉得我每一套都会想穿上去给你们看。最终决定权在果果手上吧。啊，哦，是这样衣服，对啊，你不怕，看是普通的衣服，真的没有很贵。蓝色那一根是衣服吗？蓝色那一根哪里有一根？怎么袋子也过来？哪有蓝色一根？你吓死谁啊？哪里有一根？你哪里看到一根？地板上啊，啊，哪里？这件不太适合拍照吧？好，我现在啊，我的衣服哦，我只是好像要去再一个，哎，有哎，好，等一下啦，我现在跟你们介绍我的上衣好了。但是其实我的上衣你们都看过，就是这件好像不太适合拍照，还是我拿过来。过来，过来！哎呀，哎呦，晃晃晃！海女装，而且我还有几件那个洋装可以给你们看，哦，给你们看哦，等我一下。从地板吼起来的吧，白色那一件不晓得 ，Tita 你走开！你们看这，那假如说是洋装的话怎么办？我有两件，你们看这件洋装，还有一件 ，Tita 你不要抓我的衣服。然后呢，有皮带的那个，对，这个是裤子，哦，白色摊开的这件是我上次有发的，它穿起来很可爱。它是长这样，穿起来还蛮气质的，不是，差不多吧。而且，不是啊，这是要给你们挑，给前三名挑那个的，挑我发在网络上的，我感觉很适合帅气的哦。那给这是 IG， 对对，好小姐是，这套并不是。我跟你们说，还有裤子是这一件，这是一件长的直筒裤，直筒裤啊！我觉得我好害怕哦。你们要记好哦，然后你们等一下想看哪一件要跟我说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对我的衣服其实就是你们看过的那几件，因为虽然我衣服就是很多，
不然我等一下再来翻找一下。好，这件你们也看过啊，这是我跳那个的时候拍的，我跳那个我发在现实动态上面，有点小件，但是先预留。好，那是柚子，这件不错，应该是突然忘了。你洗个澡回来忘了吗？还是你还没洗澡？然后这个就是一件很普通，这件可以，这件就是其实我的上衣，因为我其实衣服都穿比较基本款吧，对啊，喜欢。地板上还有很多衣服，然后我的衣柜里面也有，但就是没有非常特别。我跟你们说，你们快看这件裤子，很好看哦。这件裤子可以配这一件上衣，很好看。这件上衣我很蛮喜欢穿，但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发过，放生我的宝贝太久啊！真的假的？你哎，45分嘞。之前有一件一直挺胸那一件，哦，有啊，核弹爆炸狗。你说我的衣橱吗？这件很好看，这件配这个很好看，这是一个还蛮休闲又帅气又不会太清凉的风格。你刚刚拿的那件不行，这件吗？这件里面也看，这件其实我也发过，就是我那时候说那个我跟我朋友去逛街那天发的照片，跟我的大学同学去逛街，我说我被罚钱那天。我今天没有拿 T 恤过，我想说 T 恤应该你们应该会觉得蛮无聊的。好，我先把白色的衣服放在这，然后我跟你们说，你们看一下这件，虽然我买了，但我是从来没有穿过啊。因为你们看，如果我穿的话，它是就是，我对你们看到它了吗？你们就是，它如果穿起来的话，其实蛮好看的啦。因为我还有给他一件这个，他们两个会是长在一起。可是里面的那个被我拔掉，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跟你们分享，但是反正就是里面的，因为通常这种小背心里面都会有一个保护的，就是你通常不需要再穿另外一件，但我把它拆掉，忘记我放去哪里了。好，但它是这样穿的，我的自己想象的那个啦，总不可能单穿它吧，这个不对吧？我把它放进去看看，可能就类似长这样子之类的吧。等一下，我看不到你们的留言了，你们等我两下子。哎，我的袋袋嘞！好呀，不会弄嘞，生气，可能就是他们两个铁定，就是你知道吗？里面穿个小背心，跟我那时候去年的生日会穿的蛮像的。正是，好想给竹看这集吐槽我，你好坏哦，你是无情酱宝宝吗？找不到了，什么？时间还没到，有他就对对对，就不需要再穿，这是一定要的啦。你那里看到的危险？无冠国国，这有点透，对，要穿内里。查水表被你看到，我在骂一点也不想想起，为什么？我觉得我去年很可爱，就是我是女生也不懂你的衣服，对不起，钢铁。而且你不要给主，你跟主宝宝吐槽的话呢，就是他应该也不会说什么，因为呢这些里面大概有一半的衣服都是那时候我跟他一起在电话上，我们一起在电话上逛街，他推荐我买的，好吗？我是有请过。
请教过主打师的，好，你们看不到它里面的配黑色，还是我现在换给你们看，还有其他件衣服，还有这一件，这件就是一个蛮普通的紧紧上衣，以防万一有人你们不知道怎么搭下面的话，我通常会有一次我这样穿去那个练习，因为我练习之前去吃饭，可是我们练习的时候又不能穿牛仔裤或者是干嘛的，我只是觉得你碎碎念很可爱，别电话上推荐，真骗啊，才不是。这件裤子，但我最近有点变胖了，我不知道我还穿不穿得下这件裤子，因为我有时候穿它的时候肚子会特别大。对，这件裤子，然后配这个上衣，干嘛走心？我要下班了，爱你。你等一下回来哟，我也爱你。我们要走心好吗？衣服的话，目前是开头那两件吧。哦，开头的吗？可是我还没有哎，我还没有，真的。你们看，我还有这一件哎，我还有这一件，我上次有换过给你们看过，我还有这一件啊。好，这件你们看过了，我就不介绍它了。然后还有这个是你们上次说喜欢的，我虽然有拍照发过他，但是好像是不是没有很，就是不是整套搭的？我在讲什么？换肚兜，你觉得姐姐会给过吗？我觉得肚兜可以呀、啊。你现在衣柜是空，我现在衣柜不是空的，那边还有一堆衣服，但我觉得就是不适合拿来肚兜，顺便把衣服折一折。对啊。嗨，带八，带八怎么了？嗯，怎么回事？谁叫带八？是谁找带八？是我这件，你们看过？还有这一件，这一件我很想要穿穿看，但是我真的没有穿过它。这件是这个，它这边是有挖洞的，这是。OK， 我们觉得这件我们先 pass 好吗？ pass， 拜拜。然后还有这件你们也看过，我穿过，我在直播的时候有穿过这件，我就想不到搭啥。这件勒脖子的，这件不是勒脖子的，勒脖子的我没有拿出。哎，我还有一件那个很厉害的衣服哎，但我有点害羞拿出来。然后这是一件很普通的，很基本的。就其实我的衣服都还算是基本的啦，也没有什么很厉害的衣服，就是一件可以配，我都配短裤。然后我要来接到下面了，下半身，我不信会有多厉害。没有，我说通常都没有很厉害，我说我的衣服都没有不厉害啊。德全什么这怎么和、啊、没事，怎么你们在说什么？哦，我觉得肚都可以，肚都是 OK 的，怎么样叫厉害？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厉不厉害的衣服、啊、就是会不会搭配而已嘛。我也不知道、欸、我觉得穿衣服好难哦。猪宝宝救我。好，这是一件就是我刚跟你们分享过很好看的裤子，还是你们如果有什么喜欢的话我可以穿给你们看，就是你们可以讨论我要穿什么给你们看，什么上衣配什么下面，我就换给你们。哎，我漏掉一件上衣，这件很好看的上衣，哎，我很喜欢这件耶。我今天很好穿脱，我今天有备而来。这种裤子真的看不懂，哪里看不懂？我穿给你看，很好看，好不好？天哪，李威，你来了，他们看不懂我的衣服。
我要生气了哟！你们要说看得懂，好啊，蠢，真的没有很，真的不，真的很好看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件事你，那我先穿这样给你们看，你们等我。你生气啊？有备而来，好像哪里，什么？哪里好看？都很好，很好看，好不好？声音可以这么低。我没有分享完欸，然后这件是我买来从来没有穿过的一件裙子，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穿它，它是一个这样子，里面可能也可以配小白吧，小白就是这样穿的，欸，该不会扣不起来了？哦，还扣得起来了。哎，肚子大，你戴不起来了吗？对，就是这样穿的。我真的从来没有穿过它。你们还有看到我标签还在这件事情吗？这件好看，这件里面可以配这件吗？不行，这今天是要给你们配。我要先证明跟你们看我的裤子真的不难看，好吗？这件也是喇叭裤，这件也很好看啊。我今天要换床单了。这件很好看欸，我最近买了很多喇叭，这件也很好看。我今天晚上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就发，或者是明天，我就发一个我穿这件的裤子，我就发一个我穿这件给你们看。这件要搭哪个要搭哪个阿嬷的裤，并不是感觉扣子很怕肚子大，没有，你说那件。不要喇叭裤，这里面有几件没洗，都有洗，只是都长在地上，有点积灰尘了，因为有些就是很久没穿了这样。很多喇叭，什么东西？我说我买了很多喇叭裤，丢回床上，然后再上去。那种合照，等一下，我先换给你们看，你们先不要急着否定我的衣服嘛，等一下嘛，我先换给你们看。那我先把你盖起来，以免那个后面反那个墙壁会反光之类的。我说我买很多喇叭裤子，喇叭裤子。OK， 好，拜拜。这件真的不难看，好吗？连 T 嘎都不想上，他想上我的床好不好？哎，等一下这个会不会不小心掉下来？但等一下不小心掉，我没有在镜头前面换，你们不用担心，好吗？不然等一下那个就糟了。好，我决定我要去远一点，再远一点的地方。不是，我跟你们说我没有。我现在在很遥远的地方，你们不需要担心我。把我肚肚收起来耶！我好了，你们看，蛮好看的吧？这哪里不好看呢、啊？这很好看呢、啊。开头第二件第三，哎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已经忘记我跟你们介绍哪几件。这是开头的第三件还是第二件？果果安啦，除非第一个。哎，这件很好看呢。谢谢下一位。
没人懂我。这件很好看啊，哪里不好看啊？我现在觉得我很好看。我知道了，直筒好，这是第一件衣服跟裤子，然后我现在换一件上衣。那你把最后那件浅蓝的拿一下，好，浅蓝的在这，这是浅蓝的，但是这件我实在是不知道可以搭，感觉要开始又床好床下又是我的衣服。最近女生很流行这种，哪一种轮廓？你说衣服吗？上窄下宽哦。但我其实通常出门的话，我都是穿。好，我就这样站起哦。好，我通常都是穿那个上宽下宽啦。我通常都是穿上宽下宽，因为我的床，就是我的床是长在地上的，斜床，就是因为我的房间是算是有点小合适，所以。我也只能就是站在我的床上给你们看。这样吗？被拆了，转着整对的。看看你们讲了什么。浅蓝色这件吗？你选好了，裤子可以改。好，我现在来介绍裤子们了。果然还是不懂裤子，这是。好，抱歉，国同学，我的品味。没有，每个人好。腿控表示还是裙子。那我继续介绍我的。哎呀，我的，那我们现在上衣选好了哟。德全，我以为你会选这一件呢。好，现在呢，它是刚刚有几些裤子的，大爸还想再看吗？这是一件牛仔短裙这样，然后这是李维还在不在啊？然后这是我怕等一下大家傻眼，这是黑色短裙，这是布样材质哦，你们认真看哦，然后。啊，我另外一件短裙，嗯，去哪了？哦，然后这是看得出来，很明显这两件不一样吧？你们不要说我买一样的衣服，但这三件很明显这是不一样的东西吧？这是牛仔的，这是黑色的，然后这是牛仔的。然后我刚刚穿的是这一件，哇，这件是裤裙，我其实喜欢穿它，因为我觉得它配什么都还蛮好看的，就是它配 T 恤都蛮好看的，蓝色跟灰色就一样啊，就不一样啊。李维，奈奈哈，然后呢？我好像没有别的裤子选项哎。如果想看短裙短裤的话，是这些了。然后还有这个，但我觉得这个很可爱，跟你们说。这个可是这个不知道配不配这个。好像不太是很搭，我
们不一样，不一样的材质可以配的声音就不一样。对，谢谢你的解释，没错 ，Burberry 抓到，并不是，好不好？你想要看哪几件？还是你需要多一点选项？还是我觉得给你们介绍衣服好开心哦，虽然你们都看不懂，但我好开心哦。而且我又有几套新的，就这样，这样子也蛮好看的，对不对？这样子，哎，原来我衣服可以这样穿哦。哎，我好像还蛮多可以穿搭的衣服哎。哎，我之前还没给你们看过，就是一件普通的上衣。那件普通的上衣呢，就是呢，跟它有一点点像，但是呢又不一样。然后呢，跟它也有一点点像，但是也不一样。我还有一件白色的，但我没有再穿。这件，我喜欢拿它，因为我以前喜欢穿高腰的裤子，现在也喜欢啊。但是它就是有一点不合我的身体，就是它穿起来就是。这边会松松的，就是而且有时候也扎不太起来。可是如果我穿不扎不起来的裤子的话，它又有一点，就是很怪怪。第三件那件牛仔短裤，叮叮，这件吗？那我可以去，就是这里配这个吗？好饿哦！你们是这样吗？今天你们帮我搭配衣服哎，突然饿了，那我去换给你们看吧，你们等我，你们选好了吗？我可以看代巴，代巴你是说这个吗？应该没错吧？吉米周 OK 吗？哎，但是我还没有跟你们分享一件我很喜欢的裙子，你们等我一下。啊，真的，我迷失了方向。假如说这边通常是我的，这边通常就是这边是假装是我的地板的话，我通常找衣服就会这样，哎，奇怪，我的，假如说我在找这件，我说，哎，奇怪，我的那件牛仔短裤在哪里？我就会这样找，然后呢，我就会永远看不到它在哪，然后呢，我会衣服这样丢丢丢，然后呢，我又找不到它了，然后我就要翻很久，就是说，啊，在这里，跟你们说，这是我平常找衣服的这个叫做什么？找衣服的日常，哎，我还没有跟你分享哎，盖巴，你看我还有一件黑色的短裤哦，它刚刚飞下去了，然后呢又沾猫毛了，开始翻找地柜，我怀疑他们的意见真的会采，我怀疑我们的意见他真的会采纳，这是给前三名的发型，对，这是给前三名的宝宝们的，就是当我的。你们来当我的一日造型师，你们可以帮我选衣服，然后我就会发上 IG 给你们看。不是，我想要找那件裙子给你们看，它真的很可爱，还是我压根没拿进来啊。我真的没有拿进来耶，哈哈哈！你们看这件超可爱的。以为你看我买了一件很可爱的衣服，它是这样子，然后是露背的，然后呢，然后穿起来就很可爱。然后它就是会变成一件可爱的裙子。好，我分享完毕。
缺发型了。那我先去换给你们看。你刚刚那件上衣的裙被你发现了，而且我跟你说，我想要买白色的上衣，然后黑色的裙子，就是我想让它翻相反过来。可恶，竟然被你发现！围裙啊，我今天点微糖，它好酸哦，但它的爱玉很好吃，不是围裙。好了，我回来了 ，Hello。原来挑衣服那么累，这是女生很辛苦啊。那我等一下去换给你们看，我们先来挑发型。吉米周想看我的什么发型呢？先把被淘汰的衣服，先把要被淘汰的衣服先，拜拜。高霜。以后不能嫌女生穿衣服跟裤子了，以后真的不能嫌女生穿了怎么这么久。对，你们以后直接打入冷宫。刚刚这样下来至少30分钟，不就跟你们说很可怕吧？可以用衣架一组一组搭起来分。其实我不用衣架是因为我的衣柜没有衣，就是它是那种，我上次好像给你们看过它。猫毛，不好意思了。这还是果果你没秀出全武器的情况下。而且我突然发现刚刚那样真的是出门的日常，今天要穿什么，他就每件再拿起来这样比一比，挑一挑，不会像菜包一样皱皱的吗？还好欸，因为皱皱的话我就不会穿出门了。而且或者是说，如果像是我比较常穿的一些衣服都是 T 恤啦， T 恤通常都是不会皱皱的，如果有皱皱的衣服的话我就不会穿出门。而且如果有皱皱衣服我想穿的话，就是从我的衣柜深处挖到的出来的话，我会拿吹风机吹它，它就不会那么，它就不会走了。看来这一件还是要被淘汰掉。你们看，我连标签都没有拆，这件我已经买了快3年以上了吧？穿棉，对，因为我买了这么多衣服，我都觉得说啊，我想要打扮，然后我出门永远都是 T 恤配短裤。而且我就连牛仔裤也不太喜欢穿，因为姐姐穿不，她穿不太下，她比较高。我最近很喜欢穿这件裤子出门，因为它就是这样。你们看得出来它是舒服的材质吗？而且它刚好符合我的长度，因为我觉得穿牛仔裤皮衣总要掉吧。哦，皮衣有掉，皮衣是掉起来的，3年还没感觉可以忘拍了。然后买了小，对，我跟你说我昨天超想要购物的。姐姐更高，我先把我的衣服收好。我来考考你们，你们知道这一件是什么裙吗？我穿了那次之后我就没有再穿过了。你们如果知道的话，我就
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快来猜，有人知道他是谁吗？我们知道才厉害吧。我有穿去跟你们见面过，就是一个提示，裙子放这里，好，小背心放一起是另外一件，并不是。衣服很乱，对，我正在收他们，简直是很可怕。这个不成，放方向，这个放上，对，放上。生日会哦，不是握手会，不是，是。是猜拳大会的时候，竟然没有人猜对。对，没错。我还有照片，虽然它只是上衣而已，但你有看到吗？这边边边有这个。妈咪回我了，赶快，我妈咪找我。没事，只是要跟你告状。我只记得你穿平底鞋。你问是谁，大家都猜牌好吗？哦，大家都在牌，不是，我是说我穿过，我猜拳，我只记得你的上衣。哦，好吧。你知道要喜欢录音回去。录音回讯没有，是我是语音，我是语音录制，它就会出现字，因为我懒得打字。同一件，哎呦，我收起来了。去确认，你们觉得我在骗你们吗？是的。
不相信的记忆，是这样吗？毕竟有点久。我会折衣服好吗？折衣服吗？去换衣服给你们折一份钱巾，乱折看情况。对耶，我就跟你说，我的房间没有办法挂衣服。我真的没办法挂衣服。你们觉得我今天有长得不一样吗？我今天其实看很不习惯我自己，眼尾吗？不是，也不是啊，是我自己看我自己，我看得很不习惯。我想要加蜂蜜，我真的觉得好酸。什么死亡画眼线？不是，我有化妆，我通常都有画眼线。谢谢带巴送的香槟，香槟，香槟。我觉得很棒啊！噔噔。噔噔噔噔噔，哪一首歌？你们这样看起来，我的反正不是大嘴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就是我今天隐形眼镜戴很小直径的，
就是很小，我之前戴打比他大一点点，就是眼睛看起来比较有神之类的。然后今天戴我就觉得我眼睛好小哦，牙签画眼有我看过。哎，我牙签画我的衣服给你们看，我要来画你们挑的衣服给你们看，然后我们大家来选发型。等我，等你走开，不要回来，我回来了，我来了。那鞋子嘞？鞋子给我挑。但其实这个，它的材，它的剪，它的扎进去好。其实我蛮常这样穿的，就是一件小小小上衣配。第三名不是鞋，第三名是发型啦。要考量只能坐着拍呀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会在我的床上拍。扎进去。给你们看，你们帮我搭配的穿搭。规定就只能谁规定发型要留哈？可是我的刘海已经消失无踪了耶！你是说怎么样的刘海？你是说怎么样的刘海？我的刘海早就消失。你觉得你自己觉得几分？我觉得100分，这就是我平常会穿的衣服。
哪一个？你是说哪一个刘海？你是说妹妹头的刘海，还是这样子的刘海？好酸哦！可是我的头发现在已经不是妹妹头了耶，我给你看我的头发现在在哪里。这是我现在的刘海。这是我现在的刘海耶，因为我的刘海长这么长，我好久没有看它了。如果你要看刘海的话，我可能会长这样子哦。哈喽，看不到我自己了。因为遮住脸，这次合照，这次完全把我热情给浇熄。我知道啊，我也有看到了。吉米周，你说呢？怎么样？你希望我的造型的头发？好酸哦，但我好想喝。还有我加盐水呢，我在喝爱玉柠檬。身份证也去警局。还好今天没喝，哎，我先把我头发用好，它已经。加盐版，德全带把发型交给你们了，还是李维有建议呢？啊，你直接不帮我选了哦。还是你要选？还有什么可以选？哎，我有一个很可爱的那个夹子，去哪了？哎，你们等我一下，好不好？我想要去拿一个夹子，突然想到我有个可爱的夹子。
能看很可爱吧，它是一个小蝴蝶。怎么有毛？发型我真的没有想法。这套可以配什么发型？我想一下。马尾，我是不是很少绑马尾啊？包包头，虽然马尾是行啦，但是我只接受低马尾哦。低双，我现在不敢绑高双了，我觉得绑高双有一点点。大波浪，侧边双哦，可以，侧边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流沙切是什么？为什么我夹不起来了？高双搭这套衣服吗？哈，你真的要高双哦？还是双辫子啊，我觉得双辫子很 OK 耶，好久没有绑双辫子。双辫子也行，好。决定好了，那拍照期限到六月底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门。蝴蝶结太小，这是要大一点。在家拍我也难接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门拍照。现在让你出去拍太危险了，男肿的多大、啊？我的，你说看看上个月升起的多大？那如果弄两边呢？已经被绑到定型，六月快来，不是已经六月了吗？先玩自己，贴个在我旁边睡觉。
That's just life, baby. 我昨天在家里看那个叫做什么《独领风骚》，你知道《独领风骚》吗？所以我们的发型现在是规定，你知道放在下面这边还是这边？我根本不会夹这个夹子。我们先夹刚刚那样救急一下，我看起来还算正常。Hello， 晚上好。That's just life, baby。你刚那个位置刚刚好，你说这里吗？听不懂。你说哪一个？之前的啊，对耶，甚至会有猫耳叫那只米帮你。你说哪猪哦？不过这发型很可爱。你说我刚刚那个疯子发型吗？就刚刚那两根吗？你是说在上面还是在下？在就是短完辫子不是会有两条在这边吗？你是想要它长在这边还是在上面？还是在这边中间？上面哦，好啊，那我到时候试试看。还是我现在就可以变？我跟你们谢谢可乐们的告白气球，告白可乐王。就是呢，我现在我要说什么？我快没电了。国教永远不要回来，我没有叫你永远不要回来，或者你直接那两个。夹子就在上面那样，不上辫子那样。刚刚那样吗？你是说认真的吗？可是我觉得很奇怪耶。我再试一次。你现在头发，谁给你到腰啊？我的头发才到大概就是腰在这里。我的腰难道长在这边吗？没有吧。不过还是看戴爸的想法，是看吉米周的想法。小轩给德全决定，不是看吉米周的想法吗？侧边辫子，你们说这样子吗？这样子真的能看吗？这样子看起来不会很像是三八花吗？我真心觉得这样看起来很像是一个三八花哎。你觉得定妆，我没有办法夹得跟其他人一样漂亮哎，怎么办呢？用音乐生写的一个发型，音乐生写的发型，哦，蝴蝶犬的是不是？定妆好了，很可爱，我自己，我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三八阿花。你们不能用你们的粉丝滤镜看我，你们要想我还要发上 IG 上面呢。
的看起来很像一个三八阿花。现在都不用想，因为我最近都有化妆，发上去是你的，发上去也都是你的粉丝啊。有可能有一些不认识我的宝宝们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发上去也都是滤镜，发上去也都是滤镜，那就好。我昨天在看那个独领风骚，然后我就看他这样绑，他好像就把这边这样绑上去。哎，为什么人家绑那么好看，我绑看起来像是要去演武侠小说？留个须须看起来更像武侠小说了。说好的雷鬼头，什么时候刷雷鬼头我都不知道。哎，怎么会这样啊？你们知道那个吗？独领风骚是什么吗？我现在头发很可怕，请你们不要看我，我还好。我给你们看，见没？刚刚那个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给你们看。好漂亮哦！好喜欢她的女主角。你挑什么？人家绑那么好看。嗯，你掉了。放弃这个疯女人发型的人是发挥要而且附近一间的凤梨酥店。你说刚刚那个吗？你们讲认真的吗？我在认真绑一次，而且我的头发现在很可怕。我今天在外面这样子怎么绑啊？很难呢、欸！不行啦，这样子不行吧？我不行啊！你们再想一个，我不行，这个我不行，这个我不行啦，这我真的不行，我觉得我自己看不下去啊！这是谁呀？我的须须快出来！这哪里可以？这不可以！你不想试试？我不想。侠女风，我并不是很想要试试看这个风格。我觉得这样可以，我不会后悔吗？我发都后悔了，怎么办？这不行啊！你越不想，那就是这不行！我求求你们不要选这个发型了。这到底是什么发型？看不懂哎、欸，我看不懂。
主头发型。我怎么人家绑起来这么好看？那这样呢？这样呢？我的头发已经在自己飞舞了。人家戴发箍这么好看啊，确定是要果果你看人家也有放两个小蝴蝶结在他们的头上啊，不是，我现在先你看，你看人家的小蝴蝶结在头上多可爱啊，我戴起来很像三八花，给你看我刚刚我那个我买的那个以后我现在头发上乱糟糟的时候，我才看不见我的发型。你这个大象嘞！不要！我赶快准备我大象，你们就看不到我的可怕的头发。这样等我绑好头发，你们才看得到。谢谢国妈拯救了我。我你要救！哎，他吃，我跟你说，他偷吃我鸡块，他偷吃我炸鸡。就是我刚刚，他在你床底下，就是我刚刚放在那个，我真的放在餐桌上，然后他现在都要自己把椅子挪开耶。我以后不敢把书放在上面了，也要不要把书放在上面？而且你的手真的在最生气哦。这是他们帮我挑的衣服，你看，这个是我刚刚自己加，这是上衣是德全挑的，裤子是戴巴挑的，发型是吉米周挑的，吉米周，不是，发型我们现在目前是定说，哎，我们现在是定说那个对不对？我们现在玩真人芭比游戏，线上真人芭比，怎么了吗？发型是你自己挑的？没有，刚刚本来不是是说，刚刚本来不是是说那个吗？我真的没有办法把他们两个夹一样，哎，怎么办？你们看这是，而且两边还夹不一样。好，就类似这样子，可能是我现在头发就是怎么太肮脏的关系，所以。但我跟你们说，我现在人快要断线，而且我手机也没电了。不然绑蝴蝶犬如何？蝴蝶犬就是我公园的发型吗？也是可以啊。你们选一个，你们觉得哪一个好？出来哦！我头发很多，头发超多，吹头发都要吹超久。
但是我不喜欢。我其实最近还蛮想要剪剪看有层次的发型，但我不敢。我通常去剪头发的时候会给人家打包一下，但他大概过没多久又是我的一边大概是一般人的，就是什么，就是一般的发量。真的，我之前跟也没有啦，就是我之前跟我的身边的朋友比，就是他们另一边就是我的，他们的一边就是我这一半嘛，大概就是一个马尾，就是抓起来就是这样子。有挑战性的吗？选择权要不在我。啊，好了，那你们快点选一个发型，我等下去洗头了。那我给你们看发型推荐好了，然后你们选一个，不要选太难，因为我绑头发，我绑头发很久。你们不要选太难的给我。啊，没有发型哎、欸。我绑这样啊，这样不好吗？他好可爱哦，这是谁啊？我要去好好考虑一下盒子啊，这个吧，你们说，对啊，就辫子绑下来，你们觉得不好吗？真的吗？不好吗？你看看，但不知道绑起来会不会，我感觉平常头发就很赞，嗯啊。好了，我们就绑那个好不好？吉米周，你说好不好？吉米周，你说好不？说好不？果果要去洗头了，我今天终于要洗头了。求照片，女神，我也不知道侠女风。啊，你真的要选侠女风？我们刚刚不是说好是双马尾吗？是马尾辫子下来吧。啊，我不要。好，我再试一次，果果。好，凤眼，很凤眼吗？你要人家挑好。不是，真的很不好看呢。我再绑一次给你们看，你们认真的看清楚哎。我真的觉得这个发型很烫啊，而且这样把我的眼睛又跟上去，我根本是，想要赖皮耶，不行不行，赖皮，这样吗？是不是因为我头型的问题啊？先假装一下，对，看到几点？我等一下就关了。好，我们假装他涨价，你们看我的眼睛都要被拉到后脑勺去了。我的眼睛真的，好的，正常一点。真的不好看哎、欸，那我挑一点刘海来拯救我的秃头都怎么样？这样看起来更像武侠小说。大家好。
个发型真的跟眼妆不搭，眼睛好长。对哦，眼睛刚刚被拉到后面去。麻果麻果麻。对啊，因为我就是前昨天刚看那个《独领风骚》，我就很想要绑这个发型。那我再放一点头发下去。啊，打结了。好，我们就姑且先假装一下它长这样。该假装绑好了一下，这样子吗？这样很不像我哎，这是谁呀？这是谁呀？哦，这是什么奇怪的发型啊？差点要往后坐。好吧，那就这样吧，超有心意，好，听你们的。那我下面可以烫一点卷吗？是不是应该要烫一点卷？你们觉得？比平常好看。假装我们很，假装我习惯了这个发型。好，我现在已经习惯了。荧幕里面这是谁呀、啊？哎呀，我要关播了啦！各位，我手机要没电了。我提这个计划就是好，我没有要当侠女。对啊，刚刚不是说发尾要卷一点啊、哦？卷一点的好，你的发际线就对，我的发际线已经不能再高了。看到我的发际线，好，赶快放下来我的小须须。哎，如果我头发全部染这个颜色，一定很可怕。好 ，OK， 结束这回合。有没有看到我的自然卷吗？我要去洗宝宝了，让我去洗宝宝嘛。哦，这造型我还得放上我的贴文呢。我这个，我才没有要开到早上哎。你们真的是说真的真的吗？我这样脸看起来很大一个哎、欸，最近，好吧，算了，你们喜欢就好，够有高度。我累了，今
今天换我发洗澡卡。好吧，那我们就这样子。然后到时候如果就是你这么可能就是洗干净头发，或者是下面烫一点卷的话，应该就会比较好看。但有点哎，我要发 IG 的哎，你真的觉得这是 OK 的吗？先试照一张给主图，没有问题。吹自由试试。那如果我把它放很高的话，这样有没有那个武侠小说的感觉？我爱夜宝宝，我真的爱困。嘿呦，今天很开心，你们谢谢你们陪我尝试了新的东西。下个月我们再想别的企划，因为呢不行，被你们看光我的衣服，我的衣服已经很少了。我们下个月再想别的企划。我觉得你没多久会被你点藏，如果越看越。如果我越看越，如果越看这个发型越看不顺眼的话，我可能会点唱吧。今天不开心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叫你，我没有叫你永远不要回来，好不好？明明都是小吴的留言，小吴。我要没电了，这个计划可以做个半年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我要念榜了，我要念榜了，我要念榜了，手机没电了，我一直忘记我手机没电这回事，我好怕等一下突然关机，我就念不到榜了。今天的第十名是樱桃猫，谢谢樱桃猫。第九名是酱宝宝，谢谢酱宝宝。第八名是 L， 谢谢 L。第七名是竹轮，谢谢竹轮。第六名是，这是谁啊？想想是什么？谢谢想想。今天的第五名是吉米粥，谢谢吉米粥。第四名是 Cody， 谢谢 Cody。我好懒得洗头了，怎么办？不行。第三名是可乐王，谢谢可乐王。我觉得我可以直接睡觉，我好累，我没电了。第二名是一凡，谢谢一凡。今天的第一名是谁呢？今天的第一名是代巴，谢谢代巴。懒得洗头了，怎么办？给我去洗头。好了，大家晚安。今天跟你们玩这个企划很开心，虽然就那天突发奇想，就是忘记是谁聊到，我们就突然做了这个很新鲜的主题。下个礼拜再想下个月有什么好玩的，或者是再看看。今天很开心，谢谢大家，然后谢谢你们看我挑衣服，还挑了这么久，竟然真的有半个小时。很好吃的蜂蜜。好，那么大家晚安，我要去洗澡。
刚刚到就哦，你有看到昨天现实动态右边也有一张脸，嗯，没有看到哎、欸。谢谢你们今天，我玩得很开心。虽然我现在讲话，在下播前就补眉毛这样子。好，我晚安喽。可乐花晚安，阿翔晚安，德全晚安，吉米卓晚安，大健晚安 ，Kate 晚安，一红一凡晚安。哎 ，Kate 晚安，一凡晚安，罗红晚安，竹轮晚安，柠檬晚安，呆宝晚安，小吴晚安 ，Cody 晚安。古早古早味晚安，吼吼晚安，幻影战士晚安，玉晚安，啾啾晚安，小白兔晚安，杨公公晚安。下礼拜见，又开始化卸妆前就是要化妆，叫错名字的一凡晚安，陆克晚安，小生晚安，怎么这么你？谢谢小生的告白气球，告白小生。好，我要关播了。看久了这个发型好像没有那么难看了、啊。李维晚安，酱宝宝晚安。我手机是不是要宕机了？我觉得它快要关机了。